哎，这东西玩意马上就要实践了。哎，别看了，高师傅，先退了，退了。哎，真是干了，高师傅。哎，你说咱洗车店之前欠我那2000块钱工资还能给我吗？哎，这我得跟店长商量。别看了，眼睛拉丝儿了。哎，你说我去跟他俩要个微信，能给我不？肯定没问题呀。你想，你要能力有能力，要长相有能力，是不是？你先过去，咱俩要个微信试试，锻炼一下社交能力。哎，行，我还能亲到他脸就行。别扯了，你要能亲到他脸，那2000块钱包我身上。咱说准了。说准了。美女，晚上戴墨镜属实有个性。送你块蛋糕，减肥是、啊。你信不信我一秒钟能让你叫出来？不信。不信。哎、干嘛呀？话来好说啊。那我再给你弄掉不就好了吗？你平时是不是这么俩小？哎，你怎么来这儿了呀？那你大晚跑出来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跟哪个女人约会的？那是谁啊？之前洗面店认识的高师傅，今天他过生日，我也正好要一下之前的东西。有点，干嘛呢？美女你好。你有病吧？哎，快快快快！干嘛呀？这不都浪费了吗？我不行！你快了，都怪你这破招，你那锅铲没戏了。我这招也不能随便学呀，也不是。不是你还笑？我一擦了，我给擦了，我都是喘不了气儿了。你我的呀，我一擦不了。哎，这不行，我再给你刷牙。你这，那他真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是流氓呢。没事没事，就有点浪费。这不还有的吗？真不好意思，一会儿我请你看电影。啊，好啊。珍姐，李快乐，我可是送了我闺蜜的贵妇化妆品，她才答应去约会的。说吧，怎么感谢我？明天我再去你闺蜜家偷回来。你知道我闺蜜家？要不咱今晚也去看电影吧？那也行，那去看午夜场。啊！我带了充电器，还有化妆包。你带身份证了吗？看电影还要带身份证吗？